有多少人喜欢你，就可能会有多少人讨厌你。鲜明的个性往往会让喜欢与讨厌的人泾渭分明，优秀必然会引发嫉妒，而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行。若你企图停下，对他们证明自己，那你将会丢失原本属于自己的风景。你得先看重自己，否则别人就会当你一钱不值。你每个人一个独白，哪里我靠你的心。